欢迎收看媲美网的魔法课堂。你是不是也跟小片当中的女生碰到一样的状况呢？在这个秋风频繁降临的季节，披肩长发已经不再适合你了。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，要教给大家一款不用编的盘法，轻松又随意，非常适合这个浪漫的秋天。首先，我们把头发分成上下两个部分，从鬓角开始，我们把上半部分三分之一的发束先预留起来。先将上半部分的发束用一个分区夹固定住。我们先来处理下半部分的头发，将下半部分的发束呢，从左上到右下分成两股头发。这时候呢，将两束头发做一个打结的动作。你的头发有多长，我们就一直做这个打结的动作，打到发梢不能再打结为止。利用打结的方法，可以将头发制造出立体的纹理感，把发尾收到我们的发根处，选择一个螺旋发夹，将螺旋发夹呢轻轻的扭转进去，我们的发束就固定住了。我们将上半部分的发束呢往后梳，利用手指代替梳子，打造出自然的纹理感。这时候呢，我们在分束的时候，把头发分成上下两层，一样将这两束头发呢，利用打结的手法，将我们的发束自然的收起来。那我们也一样，利用打结的方法呢，把所有的发束全都藏到发尾当中。好，最后呢，一样把发尾轻轻的扭转，将发束制造出一个慵懒的发髻。上去的头发将发尾收进去之后呢，我们也利用一个螺旋夹将它固定住。好啦，这款发型就完成了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就整理一下两旁的发束，制造出慵懒随意的感觉。那我们这款发型就完成了。在合适的季节做出适合的发型绝对不会错的。如果你还有其他的护肤、彩妆、发型或是服饰搭配的困扰，也欢迎继续关注媲美网还有我的微博。那我们本期节目就到这边了，下期再见，拜拜。